我覺得是今天這個比較黑色和藍色就比較堅強，同埋黑色是一個很硬正的感覺，藍色是一個很 calm 的感覺狀態，是一個 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而堅持，無論是什麼事都好，發生什麼事都好，都會是好去保護同埋去捍衛自己的愛情，或者是屬於自己 的所有即係範圍以內屬於自己的嘢，都會好好地捍衛自己的愛人啦、家人啦。咁我覺得呢一種係都幾時尚嘅女性嘅一個特質嚟嘅。咁呢個亦都我自己好崇尚嘅一種氣節嚟嘅。咁係咯，我覺得人係應該要勇敢去爭取自己需要嘅或者係自己愛嘅嘢。